可以啊，你那个跳那么高位啊。谁偷吃了我一个马球？没有啊，掉地下了。是。哇，你怎么放少了，大哥，放少了。是不是你偷吃了？可以啊。是不是放少了？放少一个啊，就十九个。你偷吃了我马球。嗯。你看不承认吗？你看不承认。多少时间？多少？啊？关键你啊！我今天都忘了。我给老鱼了，还得。我的妈！你弄个汗球，汗球面，汗球揪。多少钱呢？都还在弄，我要等两三分钟啊。你这个要多少钱呢？好，这个多少钱呢？要等一下好不好？两个酸菜一个肉，还有煎。哎，是的，还要煎一下。五块。等吗？收钱包到账户点五元。3块钱是吧？拿了有酱的那边啊，都有酱的哈，有酱就是。
不用，现在没在这边，你帮我给他砸棉的。砸棉的，你看你。申请班到站，清源。京东收款。完了，金鸡婆婆跟砸冰棉呢。好大了，那还不如那毛汤的冰烟的了。你又要翻底嚟，翻咁高，你咁米六幾人？你講少咩咁啊？真真個，真個，哎呀，阿登住喺嗰啲窗。你唔停嗰啲嘢住阿媽喎，用買白色鴨噶，仲鴨仲燒鴨。我觉得都可以嘛。收钱包到账，三元。做乜嘢？嗰啲讲兴趣，有啲有兴趣做嗰样嘢，唔觉得太热咩？我冇听过做乜嘢有兴趣，讲真真。你话我识做阵。所以我都你讲，你紧咁下去，我系怕老啊，都后生嘅。嗯，反正我唔想嗌啊，成咗你。我都。我都想揾你做啲大生意，我睇下。八千萬生意，唉，我而家喺度受罰緊。你嗰啲都係小目標。細。收钱包到账2.5元。哪里买账了？就是那里，一万多的。哇，你这么多账。哎呀，这都，你这么多账，我这哪能去记录你打？你赶紧讲。很多话的。我又不安安了。收钱包到账1元。这张我只有能给你一些还这么舒服吧。我留给他嗨吧。你只要能领过你给他舒服的价格给你能给他一些。
天气那么冷，盖着被子睡觉，它不香吗？跑出来拍视频，真是。杰哥。给我先。被子阿平没得啊？阿平。要不要两块？嗯。到你噶。快点。等一下啊，哦吼，我打头拉着去，我怎么溜呢？啊，他直接扛给你了啊，刚做好的，他刚做好。三块是吧？五块。啊？六块，那得辣椒啊。